暗算我。阿姨太累了。我跟你讲，能暗算姐姐吗？不能。你知道姐姐多大岁数了吗？不能错啊！下回我举个手给你试一下，我再来。我先走了，我先姐姐，我先走。姐姐赔礼道歉。姐姐错了错了，姐姐怎么道歉合适？石头婆生气。哎呦，我跑了，我腿都腿了。那你腿软，手还没软。石头婆真的。没有，姐姐。我做石头佛上，一会儿能再，哎呦，我能再找你教室干啥吗？3、4、5、6、7，好累。7、8、9、10，那个蓝铃芒那个体力不好，打就一下就把它掐掉。姐就不哭了是吧？哎，不哭了，姐不哭就好。红方二路防御塔被摧毁。二路塔已经被摧毁了，摧毁了，红蓝 buff 都给我们拿了。啊，是。然后你出来，我不如一不是，我得出去，你不能让我出去。那不能不让我复活呀，姐。那不行。你得让我复活呀。不行。门都出不去了。门都出不去。那你叫几下我姐。姐，我叫你天姐了。啊。那你说姐姐好不好？太好了。那你说姐姐温不温柔？温柔。那你说你在全组最喜欢的是谁？最喜欢的姐姐。真的吗？我出去了，姐啊。出去吧。我走这边了啊。对，我一会儿再聊你啊。好。全组你最喜欢谁呀？最喜欢你。拜拜。